Hello，同学，欢迎收看 SEP 凯数学。公式解四之二其实分两个部分哈，前半段呢在讲配方法，后半段在讲公式解。那公式解又会延伸出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叫判别式，第二个叫做根与系数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慢慢一个题目一个题目遇到，然后再来讲。好，我们先来讲什么叫公式解好了哈，来先讲观念。一般式啊，你知道一元二次方程式它都是长这样，ax 平方加上 bx 加 c 等于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等一下啊，就要变成 x 等于，好，就会最后变成一个公式。那你未来要求 x 的答案，你只要把那个 abc 的系数都带进去这个公式就可以了。OK，所以这个就是公式解啊，公式解的导的过程，我们来讲一遍哈。因为你会配方法了，所以第一个你知道配方法 x 平方的系数得要叫做一，所以我除 a，所以变 x 平方加上 a 分之 bx 加上 a 分之 c，那 a 分之 c 丢过去会变负的 a 分之 c，对不对？过来加一半的平方，一半是 2a 分之 b 哦，吼，所以 2a 分之 b。那就是 2a 分之 b 的括号平方，一半的平方嘛。那这里就加上，我直接把它摊开，会叫做 4a 平方分之什么？b 平方。好，继续往下，所以又可以变成了 x 加 2a 分之 b 括号的平方。好啊，这个就等于4a 平方。上下都乘 4a，所以楼下是 4a 平方，上下是 4ac 负的，所以就会变成 b 平方减 4ac，OK 吗？所以 x 加上 2a 分之 b 就会等于，好，右边也开根号，所以右边开根号就会等于什么？2a 分之，这个叫做正负根号，b 平方减 4ac。好，虽然都是文言文啊，可是你会发现，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配方法的步骤嘛。所以你前面写很多配方法的题目了，这里应该没听不哈。最后我们再把它丢过去，x 就等于 2a 分之正 b 丢过去是负 b 加减根号，好，里面叫做 b 平方减什么？4ac。好，所以公式解就产生了。x 等于 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。好，你就有事没事多念个两三次就背起来了。好，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。你不要直接写结论，你自己找一张空白纸，然后把这个过程做倒一遍的动作，你就会把公式解学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来往前看，所以这个利用公式解解这两个的题目，我们就把公式再写一遍就好了嘛。x 等于，好，记得哦，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，等一下就直接这样套进去就好了。来，第一题，x 等于什么？来，2a 分2乘这个 a 不就是一吗？哈，所以二一得二，那负负一，因为负 b 嘛，所以负负一是一，加减根号 b 平方是一。所以一减掉四乘 a 乘 c，所以是不是根号五？好，所以第一题最简单，直接就搞定哈。所以你就不用在那边配方法，你直接套那个公式进来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再来第二个，你也可以直接二 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。可是我会有一个习惯哈，我想要把它乘个负号，我会把它变成三 x 平加上五个 x 减掉四。等于零，好，所以 x 就等于，来，我们继续，二 a 分之，好，二三得六嘛，负 b 负五，加减根号的 b 平方，55，25，减掉四乘三，乘以负四，好，所以又等于25加哇塞，48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等于73，所以。73，所以答案叫做六分之负五加减根号73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题跟第二题的题目，公式解背，然后就代入就好了。